开天地，中华文化就在阴阳的流转中自然孕育，它包罗万象而又化成天下，但在现代社会它却经常被人们误解。那么中华文化的特质到底是什么？是哪些特点造就了复杂而又统一的中国人呢？台湾师范大学教授曾仕强先生再次做客名家论坛，为您讲解中华文化的特质。易经是中华文化的总源头，中华文化正是由此孕育发展。易经到底讲了什么？现代人又能从中获得哪些启示呢？中华文化的特质第三讲，易为源头，马上播出，欢迎收看。我们讲完大在中华，大家一定会想到至圣孔子。孔子集大成，他集大成总有个源头吧，这个源头就是傅熹氏的易经。易经到底在讲什么？易经最要紧的告诉我们三件事情而已。第一件，我们只有一个地球，这句话我们现在熟得不得了，因为到处都在讲嘛，我们只有一个地球。但是易经告诉我们，这个地球它有共同的基因，不管是人是动物是植物是矿物，它都有共同的基因，就叫太极。太极这个词啊，其实也是孔子定的，孔子把它叫做太极。复兴的时候没有这个名词，没有。所以我们慢慢发展出我们要彼此求同存异，求同存异就是我们有共同的部分我们要保留，有不同的部分我们要彼此尊重。一直到现在，我想人类都还离不开这个原则。第二件事情，易经告诉我们，既然地球万物它有共同的基因，我们想任何事情就要从和的观点，不要老从分的观点。大家有没有发现，我们现在做学问就是分科分科分，到最后完了就叫专业了。专业的意思就是你讲的我听不懂，我讲的你听不懂。语言文字已经够难沟通的，你又设置很多专业名词，那不是更糟糕吗？现在专业名词还不算，还一定要加上几个英文，那你对得起同胞吗？我不想你对得起同胞。如果今天我们全国的同胞都懂英文，那你用英文没话讲。现在绝大部分人他是看不懂，那是干什么的？那你用那个，你的用心在哪里？我想大家很清楚吧，就是利用大家崇洋的心理，利用大家搞不懂的，然后他可以说难听点，从中捞一批，就是这么简单的道理吧。这个是不好的，因为易经第三个告诉我们最重要的是什么？他说：“你看看老天，天无不覆，天无不覆。你好人坏人，他都盖着你；你白种人、黑种人、黄种人，他都盖着你；你植物、动物什么，他都覆着你。天是大公无私的，天是大公无私的。”你看看地，地是什么都承载的，你再毒的东西放到地里面挖个洞栽进去，它也没有意见。地什么都承载，它是什么？它是公正无私的。你看天无私，地无私，那人呢？这易经告诉我们，人是有责任的。有责任怎么样？把自己原本与生俱来的自私把它变成无私，你把你的私心慢慢扩大扩大，儒家告诉我们要扩大，你先对自己家里面的老人孝孝敬，然后孝敬别的老人，这样推出去，你先爱你的小孩，然后爱邻居的小孩，然后爱别人的小孩，你要推啊，你不能老固定在这里啊，推己及人，
从私心到无私。易经不讲权利义务，我们现在的满脑子都是权利义务，这是不对的。中华文化最重要的两个字是从易经来的，叫做责任，叫做责任。我们误解孔子，我们也听不懂老子跟孟子讲的话，这是非常遗憾的。孔子说君君臣臣什么意思？就说当国王的要尽国王的责任，当干部的要当干部的责任，父父子子，当父亲的要尽一个父亲的责任，当儿子的要尽一个儿子的责任，这样就对了吗？没有啊，现在都说嘿，我啊跟我儿子处得可好了，我是他的朋友，我都会跟他讲，我说你儿子真可怜，他有了你这么一个老大不小的朋友，他就没有爸爸了，他爸爸到哪去了？你爸爸就是爸爸，什么朋友了？这乱掉了吧。夫妻，夫有夫的责任，妻有妻的责任，这都想得非常清楚。做人要尽本分，那个本分就是责任，就是责任啊！我身为人家的儿子，我对我的父母，我一定要孝敬。所以孔子说，你爸爸偷了人家的羊，你不可以去举报他，公安来查你爸爸有没有偷人家羊，你要说没有，我爸爸不是那种人，你这不是说谎吗？全世界都在讨论这个事情，说连孔子都这样主张，那中国还有法纪精神吗？对不对？全世界都在讨论，因为我在美国发现他们把这个当作学校教材来研究吧。父为子引，子为父引，他说这个完全没有法律观念。我现在很正式请问各位，如果哪一天真的你爸爸偷了人家一只羊，你会到公安去举报他的，请举手。我相信没有。我们不是说认为爸爸这样做法是对的，绝对没有这个意思，只是说爸爸做错事情他自己要反省，而且邻居会去举报，公安也会来查，我这个做儿子的没有那个权利，也没有那个责任去举报他，不可以。我们只是这样的，再说难听就是用不着你啊，用得着你吗？你爸爸迟早被人家抓去关了，你那么急干什么？这样就对了。我们亲情呢、啊，它是不会妨碍法律的，但是亲情呢、啊，它有亲情的适度的表现，这一点也是外国人很难了解。像这个没有说谁对谁错的，文化没有对错，只是每个地方它有每个人的思路不同。易经不是讲权利义务的，它讲的是做人的责任，而本分就是做人的责任。除此之外，易经还有哪些独特之处呢？易经不给我们知识，给我们什么？给我们什么？给我们思路。易经是给我们思路的，这个思路啊会影响我们对各种事物的看法。哎，我们讲到这里，我们就要告诉所有的朋友，易经不是一本知识的书，不是。如果你把易经当作知识的书来看，赶快丢掉它。难怪很多人一直骂易经，说它是阻碍中国发展，阻碍我们怎么样怎么样，讲一大堆对易经负面的话，就是因为他把易经当作知识来看。因为知识它是随着时代很快速的变化的，十年最长了，二十年以后它就不管用了。你看那个手机一代一代那么快出来，你有最早的知识现在有什么用？一点用处都没有。因此易经它不是一本
知识的书才会流传这么久，而且还要继续流传下去。易经不给我们知识，给我们什么？给我们什么？给我们思路。易经是给我们思路的，这个思路啊，会影响我们对各种事物的看法，跟外国人不一样，所以产生我们的文化也跟西方人跟外国人不太一样。民族的思路不同，大家住同一个地球所观察的结果有不同的心得，有不同的行为表现，所以有不同的文化。这样我们就更清楚了易经的思路是什么。一句话讲完了，但这句话不太容易了解。我们经常讲，但是呢我们很少能够去悟。我请问各位，阴阳是两个东西还是一个东西？你这样会回答这个问题，你大概就懂易经了。易经是讲阴阳的，那阴阳到底是两个东西，一个阴一个阳，还是它是一个东西？这样就好了。阴阳当然不是一个东西，因为它明明一个阴一个阳，可是阴阳它也不是两个东西。哎，这是很妙的，小姐，因为它阴是阳变来的，阳是阴变来的，阴变阳，阳变阴，变来变去。所以我们用一句话叫做一而二，二而一。你看我们经常听到人家说这件事情呢、啊，就是一而二，二而一而已，他全部都讲完了，但是太多人听不懂，到底是一还是二？这都是西方的影响，西方一定要把一跟二分得很清楚，中国人没有。中国人的数字是有生命的，它是活的，因为大自然所有的数都是有生命的。你现在算十头羊，等等走到前面可能只剩下八头，两头跑掉了。你看你家有十棵树，可能过一阵子它又长出两棵子来，它经常在变化。所以很多人说中国人糊里糊涂含含糊糊什么，其实我都不主张这样。我今天讲一句话，这句话是易经里面很深刻的东西，大家要好好花时间，你悟到懂的，那你就通了嘛。其实中国人做学问只要一点突破进去，你悟到通了，那什么都懂了，难不懂，因为它都包括在里面了。易经是大道其大无外，外面没有更大的，其小无内，里面没有更小的，那通通都包括在里面。所以为什么我们古代的人他一辈子就读那么几本书，他天文地理什么东西他都通，因为道理本来就一个嘛，是通的嘛。孔子讲一以贯之，就是讲他的学问就是从太极一路引申下来。想一想孔子当年的状况，你想想傅西士还没有把易经弄出来以前，那时候自然的景象没有高楼大厦，什么都没有，也没有烟囱，没有，只有天，只有地，然后就人。所以你一回觉得这个人啊，他是干嘛的？他是要帮助天地来改善整个世界的，是有这个责任，叫做占天地之化育。但外国人没有这种观念。那孟子在讲，这是老天特别给中国人的一个很神圣的责任，要我们体会天地是无私的。你只要把自己从自私修到无私，那你就不得了了。这样各位才可以了解为什么说我们有修身、有齐家、有治国、有平天下。你看这四个东西里面没有一个是立业的，没有一个是立业的，没有，应该是什么修身，然后为学，总要做做学问啊，然后立业，然后要去历练，然后才谈到治国吗？怎么修身齐家马上跳到治国呢？
就是告诉我们，修身是你一生要做的事情，立业本身是手段，不是目的。你去就职，你找到一个工作，你去赚钱，这都是手段，这不是目的。我们在职场当中要修身，不是只顾赚钱。我们在参加任何一种活动要修身，不是只是为了大家休闲，只是为了大家拉感情建立关系，不是。无时无刻不要修身，这样才叫做修身。齐家说我们两个结婚了，我们生一个小孩，我们三个人成一个家庭，我能够骑得很好，我就可以治国，哪有那么简单的事情，那不可能的。我们这个家不是今天那个小家庭的家，中国人所谓的家是五代同堂那个大家族才叫家。你看《红楼梦》那么一个家族，你既然能够把《红楼梦》那个家族治理好，你当然有资格去治国嘛，怎么会没有？那个复杂无比啊。修身，修到整个家族人都欢迎你，你才叫修身。齐家齐到整个家族事情你摆得平，那你当然有资格去治国嘛。读书要这样读的啦。《易经》提供的不是知识，而是思路，是要人把自己从自私修到无私，并承担自己该承担的责任。除此之外，《易经》还给了人们哪些启示呢？《易经》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，叫做从容重道。你看中国人做什么事情，他都从从容容的。现在我们学的外国，要么紧张，要么忙碌，要么急躁，要么恐慌。自伏羲氏以化开天地，中华文化就在阴阳的流转中自然孕育。它包罗万象而又化成天象，但在现代社会它却经常被人们误解。那么中华文化的特质到底是什么？是哪些特点造就了复杂而又统一的中国人呢？台湾师范大学教授曾仕强先生再次做客名家论坛，为您讲解中华文化的特质。易经告诉我们，一个人要把握几个重点，然后时时刻刻要回归原点，重新再出发，学到这里再回头，再上去，再回头，再上去。你回归太极，再从阴阳出发，然后一路演变出去，你再回归，来来回回就叫往来，往来不穷。然后时时有新的念头会出来，当然要读一辈子了。所以为什么古人的书可以让我们读一辈子，现在的书看完就可以丢掉？就是现在绝大部分的书是没有智慧的，要不要讲知识，要么讲技术，五年不管用。你说修理电视手册，三年前的你看了半天，你根本不会修理现在的，因为整个都变了嘛。智慧是永远会流传下去的，知识技术是三五年一变，三五年一变，很快就变了，这都事实。所以一个人记住啊，要开发自己的智慧，智慧越开发，你的知识越多越好，因为你会用。智慧没有开发，你的知识越多你越糟糕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塞满的东西你一点都不会用，那就是我们骂人的话叫做两脚书橱，跟家里那个书橱一样的，放很多书，你是因为两只脚会动，跟那个没有两样，读了半天不会用，等于不读。还有一点很重要，智慧是会遗传的，知识是不会遗传的。知识是一代一代就结束了，它不会遗传的。我们所谓遗传，
都是父母的智慧面才会遗传下来。易经跟我们的中庸是合在一起的，因为易经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，叫做从容重道。你看中国人做什么事情，他都从从容容的。现在我们学的外国，要么紧张，要么忙碌，要么急躁，要么恐慌。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是轻轻松松的，很快乐，但是一定要自在。现在很快乐，他不自在，就糟糕了。中国一定要很自在。其实我是从小就做这种椅子的人，这种椅子对你的身体是非常好的，只是很多人不了解的。你看它底下它有一个横木啊，就是那一坐，两只脚就搁在那里，搁在哪里？第一个，你不会翘二郎腿，因为翘二郎腿对身体是最不好的。你搁在哪里，你的脚就会得到休息，你两只手背很自然地放到这里，后面一靠，你全身气血都通。我要提醒各位一句话，中国的易经就是中国的科学的开始。你看我们很多器物都是根据易经的卦象做出来的。中国在几千年的历史当中，我们的科学技术是领先全世界的。如果不是的话，秦始皇当时用的兵马俑现在弄出来，我们还有很多技术现在还是不了解的。我们很多古物出土以后才觉得，啊，这个怎么有这样的技术，现在都没有了。我们曾经科技非常发达，但是在我们的历史当中没有出现科学这两个字，没有。你要去想为什么，它一定有道理。科学要合乎自然，科学如果不合乎自然，它对人类是祸害无穷的。我们现在对科学，第一个，我们不能离开科学，离开科学我们没有办法生活。但是科学里面明明有两种，一种是对人类有益的，一种是危害环境、破坏环境、破坏人类的，这是事实。一阴一阳之谓道，你要怎么样去扭转这一部分，否则的话完了，人类没救，已经到这个地步。所以为什么我们这一次又要把易经整个重新拿出来，就是告诉我们人类今后的一条路是什么，就是用易经的智慧来指导现代的科技，这是人类未来唯一的一条路。凡是对人群社会有帮助的科技要继续的发展，凡是有害的，你千万要凭良心，你不要再搞了，再搞大家同归于尽了。易经启示人们，一个人要把握住重点，然后时时刻刻回归起点，准备重新出发。除此之外，对于人与自然的关系，易经又给了人们哪些启示呢？人类的科技使得地球自我修复的能力慢慢的没有了，但是它还是在挣扎着。你认得它很辛苦在挣扎着又修复，然后你骂它，你在反扑，这是不对的。易经告诉我们，人是自然的一部分，所以人应该向自然学习，而不是处处要征服自然。你征服自然干嘛？你自己也是自然的一部分呢。你顺应自然，你按照自然的法则去改造社会，你按照自然的规律来做人做事。所以三句话嘛，第一句话，以自然为老师，你向自然学习。第二句话，拿自然做检验的标准，如果合乎自然的，
你尽管发展，不合乎自然的你自己要小心，你要去改善。第三个，我们不停的要追随自然的脚步。自然脚步是什么？自然的脚步就是它永远是好的，地球是越演化越好的。你说不对呀、啊，现在明明天灾一大堆呀、啊，各种奇奇怪怪的事情都会发生了、啊。所以有人就开始讲一句话了，他说这是大自然对人类的反扑。这不是中国人，中国人不会讲这种话，中国人会告诉我们，易经写得非常清楚，地球它有自我修复的能力。你到蒙古去看那个草长长长，我问你草为什么要长呢？就是要给牛羊吃的嘛。你看它无私啊，连植物也是无私啊。我的小草长长长长，牛羊吃吃，它也没有跟它收费，也没有抗议，都没有，你吃吃吃没关系啊。明年春天我又长起来了，现在没有了，现在搞得草也长不出来了。人类的科技使得地球自我修复的能力慢慢的没有了，但是它还是在挣扎着。你认得它很辛苦在挣扎着又修复，然后你骂它，你叫反扑，这是不对的。人应该检讨自己。你看我们人体本来也是个小太极，人他体内有一种自我修复的能力，他会，现在也没有，为什么？你吃药嘛。你看我们短时间消化不良，你拼命帮助他消化，帮助他，那他整个能力都退化了，就依赖药物了。这样你才知道为什么吃药一吃就吃一辈子，因为他没有办法让你恢复嘛。那不是开自己玩笑、啊、人一定要无私，你才有办法跟宇宙共存。我们做一个中国人，我们应该很自豪很神气，但是绝对不要骄傲。我们有这么好的东西，我们把它悟透了，我们就知道自己该怎么走，活得很自在，然后我们传承，让我们子子孙孙都能够过，哼，两个字，安足的人生。中华文化从《易经》得到最大的好处，四个字，大家非常熟悉的，叫做“持经达变”。持经达变，是我们生生不息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。也就是有所变，有所不变。
开天地，中华文化就在阴阳的流转中自然孕育。它包罗万象而又化成天下，但在现代社会它却经常被人们误解。那么中华文化的特质到底是什么？是哪些特点造就了复杂而又统一的中国人呢？台湾师范大学教授曾仕强先生再次做客名家论坛，为您讲解中华文化的特质。中华文化是一直在改变还是一以贯之？哪些东西一直在变，哪些又是不能改变的呢？曾仕强教授《中华文化的特质》第四讲《时经答辩》马上播出，敬请收看。我们中国人到底是一直在变的，还是他永远没有变？这是我们非常好奇的一个问题。因为外国人有的说我们很保守，不会变，可是有的人说我们呢一直在变，变得好像没有规矩一样，那到底怎么回事情？中华民族是天底下唯一的一种，一方面一直在变，一方面永远没有变的人，你找不到第二种。人家的文化要么就一路变一路变，变到最后没有根的，它没有根。有的是永远不变，变变到一部分它断掉了，因为它活不下去了。然后这样不变不变一段时间，你就活不下去了。因为时代在变，你怎么可能不变？但是变来变去，变来变去，变到最后啊，就变成一个叫做不连续的时代。这样各位才清楚为什么西方人来告诉你这是个不连续的时代，用英文来讲叫做 discontinuity， 就是不连续的，是断的，一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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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现在是什么时代，马上又变成什么时代，然后现在又变成什么时代。中国没有，中国源远流长，不但很古老，而且活到现在。我们是一以贯之，哪里不连续的？所以读书一定要搞清楚他在讲什么，不要说讲的就是我们的事情。我们从来没有断过，哪个断过？大部分人看《三国演义》，都说那是三个国家。我都告诉很多人，《三国演义》里面是四个国家，不可能三个国家。你看那三个国家到最后都没有了吗？统统没有了。我们很坦白讲，中国的历史改朝换代都是不重要的事情，因为了不起几百年它就不见了。改朝换代对我们中华文化没有影响，我们中华文化一以贯之，跟改朝换代几乎没有什么关系。我们都是靠这个圣贤的道理来一以贯之，这样是对的吗？你看你再怎么改朝换代，他最后还是按照以前的道理在走，不会说改了一个朝代他就把你整个思路都搞掉了，他不可能。那外国人就很认真的问我说，哪里有可能一方面在变一方面又不变？那不可能啊，因为西方人要么变要么不变，两个你选一个。中国人他变到好像没有变一样，你说我在变我没有变，你说没有变我都在变了。我每个人都这样过日子的吗？你看这两个人的对话，你去模拟模拟看，张三碰到李四就骂李四，你这个家伙不讲信用，一路变来变去。李四一定讲我哪里不讲信用，我哪里变来变，我说这样就是这样，从来没有变过。关键变成更气了，你没有变，你还敢说你没有变，那你在干什么？他很轻松，我在干什么？我只是调整一下而已啊，我哪里有变？中国他最后调整了，调调调调到整个都变了。那我问你，不调整可以吗？那讲话不算数可以吗？那都不可以嘛。
这样各位才知道为什么我们的语言是没有文法的，我们语言没有文法。你看讲英文它有文法，它有时的变化，它都有，中文从来没有这样。因为我们讲话没有头没有尾，去倒杯茶来就结束了，没有人会问你这个问题那个问题，没有人会问，因为中文他很通嘛，他一听就懂。可是你跟外国人呢就不一样了，你说倒杯茶来，他就问你谁去倒，倒给谁，什么时候倒，倒什么茶，温度要多少，他问半天呢。你从这里可以马上可以了解到嘛，道理是变动的，它不是固定的。西方人是依法办理，依法办理那个法是死的，所以他一是一，二是二，对就对，错就错。中国人最有意思，中国人嘴巴都讲依法办理，实际上依法办理都办不通的啦，怎么办得通呢？你看你要立个法要经过漫长的时间，这个通过那个通过，这个修改那个修改，等到通过了以后整个事都变了，整个环境都变了，法赶不上时代的改变，赶不上。而我们中国又很奇怪，我们中国说你这个法如果合理我绝对遵从，我哪里不遵从呢？我是很守法的人，可是这个法根本不合理吧，你不合理的法你要改，那叫我遵从呢？每个人都这样想。中国人他对合理的法他100%接受，因为我们是很守法，做人规规矩矩，做事实实在在，怎么会不守法？可是我们很多事情是不守法的，就是因为你法你规定的不合理了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呢？你就这样我怎么办呢？所以真正了解中国社会的人，真正了解中华文化的人，他又是另外四个字，各位做参考，叫做依理办法。我们是依理办法的民族，西方人是依法办理，你好好把这两个好好去想一想，依理办法就包括了依法办理，但是它涵盖有一部分是例外的。西方人依法办理只能办到例行的，他对例外的他无能为力。中国他知道有例行一定有例外，天底下有正一定有反，社会上有好人就一定有坏人，那不可能没有的，哪里可能没有？一件事情一定有风险性，不可能说100%保险，不可能。这就是《易经》告诉我们一阴一阳之谓道。那怎么办呢？那你就应该变的地方要变，不应该变的地方你就不能变，就对了。我想这是各位都有经验的，有所变有所不变，就叫持经达变。经就是原则，那个原则不能变，其他都可以变。所以我们的文化叫做以不变应万变。有所变有所不变就是持经达变，这是由易经中一阴一阳之谓道衍生出的道理。那么中华文化哪些该变哪些不该变呢？中国人有形的部分他是一点都不在乎，不在乎的部分你就让他一直变没有关系。中国人只照顾这个看不见的部分，他是不会变的，而且永远没有变。讲到这句话我每次都会笑，因为再有学问的人也在骂这句话，我觉得很奇怪，什么以不变应万变，应该以万变应万变，你看糟糕不糟糕，你连原则都变得不乱的套了。稍微有一点点哲学修养的人都知道，本体是不会变的，现象才是万变的。
中华，中华那个中是不会变的，华是会变的。所以中华就是有所不变，有所变，就是易经里面讲的变易跟不易的部分，它两个部分都有。易经当然有很多含义啊，但是其中最主要两个，一个叫变易，一个叫不易。很多外国朋友都不能接受这种看法，每次都理直气壮跟我讲，如果变易就不应该不易，如果不易就不可能变易，怎么又变易又不易，中国人搞什么东西，他不懂。中它里面它是含有阴阳的，但是一发出来是阴是阳，阴的还要变阳，阳的还要变阴。我讲的最清楚了，在各位面前永远有两个选择，你选了一个上去，又两个选择又出来，你的前面一定有阴有阳。人难做就在这里，如果你面前只有一条路走，那你闭着眼睛你就走好了嘛。在你面前永远有阴有阳，一个叫生门，一个叫死门，你连走三次死门大概没救了，你连走三次生门你就觉得运气很好，这是每个人都有的经验。应该变你非变不可，不应该变你千万不要变，叫做有所变有所不变，加起来一句话叫做以不变应万变。从此不要再笑这句话，笑了以后你自己是很难看啊。我们现在有很多错误啊，是在讲太普遍，普遍到讲的人他都不知道他错啊，在那理直气壮，这是很要命的事情。一个人为人处事的基本原则，从出世到死不能改。你看勤劳能不能改变，不能改。负责能不能改变，不能改。认真能不能改，不能改。有规律能不能改，不能改。对父母孝敬要不要改，不能改了。哪里有说什么都在变，太多不变的东西。你把不变的东西学会了，那就叫精。精是你的基本原则，你不能变。有了精以后，你就开始因应当时的变化，你做适当的调整。你看中国人都是这样的。其实啊，我们之所以能够始终连续下来，就是我们的精没有变。中华民族都是靠圣贤之治在维持我们民族的命脉，这样就非常清楚了嘛。你看诸葛亮他就代表圣贤之道，如果诸葛亮一投奔曹操完了，完了。如果关公一投奔曹操，他也完了。他们宁可受罪，宁可很辛苦，就是维持一个正统。得中原则，得正统。所以为什么中国人最有志气，就是要逐鹿中原，要逐鹿中原，就是要保持圣贤之道，让他永远不罪。我们希望我们的子孙也能够长期的有这种信念，那中华民族就永远不会亡，中华文化就时时刻刻会四个字祭旧开新。我们每一段时间都从老树根里面开出新的花来，每一次几百年一次，几百年一次，这非常好的现象。中国人比较容易同化别人，比较不容易被人家同化，是什么道理？就是因为那个精啊抓得很准，抓得很准。所以我们现在再深入一点请教各位，
中国人到底哪些部分它是不变的，哪些部分是变的？说起来是很简单，各位去理会一下，你马上就悟到了。中国人有形的部分，他是一点都不在乎，不在乎的部分，你就让它一直变，没有关系。中国人只照顾这个看不见的部分，它是不会变的，而且永远没有变。你看啊，中国人变到没有一套自己的衣服，没有。你说这能代表中国衣服？不行，这是唐装而已，不是中华民族的服装。中国人他不太重视古物，是有道理的。你看我们盖房子，绝对没有人说我要盖一栋跟我祖父当年住的一模一样的，材料也用相同，没有这种人。我们非常赶时髦，中国人在看得见的部分他是最赶时髦的。每年有新的建材，我一定用最新的建材，用新的设计。但是看不见的部分，我们是牢不可破的，不会改。做人要有良心，你不要否定这个东西，你不要说多怎么乱怎么乱，他晚上安静下来，他自己会觉悟到良心是存在的，不是没有。他会感觉到父母从小拉拔我们长大，如果没有父母，我们不可能有今天。他会感觉到黄河固然这样子泛滥啊，搞来搞去，但是你会发现中国人是很聪明的人。如果黄河是直直的，就这样一直通到东海，你觉得好不好？那当然不好。河流如果是直的，人类就没有水喝了，因为这边一有河一有水下来，马上冲到那边去，那完蛋了。幸好那个河流是这样搞来搞去，它才会储存一部分水，我们才有水用。我们马上就想通了，任何事情你表面看是坏的，实际上它是好的；表面看是好的，实际上往往是坏的。一阴一阳之谓道，我们马上想通了。到今天为止，我们还是拿黄河一点办法都没有，但是我们把它叫做母亲河。中华文化中原则的部分没有改变，但形式的东西却一直在变。中华文化的特点就是有所变有所不变，那么有所变有所不变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呢？易经给我们的两个字就是合理。什么叫合理？就是随时随地都在变动，我们要在变动的当中找到一个此时此地的合理点。自伏羲氏以谎开天地，中华文化就在阴阳的流转中自然孕育，它包罗万象而又化成天下，但在现代社会它却经常被人们误解。那么中华文化的特质到底是什么？是哪些特点造就了复杂而又统一的中国人呢？台湾师范大学教授曾仕强先生再次做客名家论坛，为您讲解中华文化的特质。我们最讨厌的就四个字，叫做离经叛道。离经叛道现在的话叫做离谱。你看中国人最讨厌一个人，就说你太离谱了，你真的太离谱了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子，对不对？你看啊，现在年轻人抱了一只狗，然后跟他的妈妈一起走，他妈妈已经上了年龄了，他怎么跟他妈妈讲？妈，你要小心一点哦，这里不好走哦，我没有办法照顾你啊，我要照顾小狗狗。那就算中国人呢？我不知道这算不算中国人。到底是狗要紧还是人，还是你妈妈要紧？现在年轻人就是他就不懂这些事情了。轻重本末先后你搞搞清楚，
所以有时候我们就会骂那种人说，你太离谱了，你这么离谱，你先把你妈妈照顾好，你有时间再去照顾狗狗才对的，你怎么可以这样颠倒呢？街上有两个老人家，一个是你爸爸，一个不是，我请问你，你去扶哪一个？你扶哪一个？当然扶自己的爸爸了。如果两个都不是你爸爸，那你看哪个体弱你就扶哪个吧。现在不是，先看哪个有钱我就扶哪个。那你算中国人吗？你根本不算中国人了。轻重先后本末，这个道理我们已经是几千年都说得很清楚的，只是忘记的。很多事情就是一个先后问题了。你先安顿你的爸爸做好，你赶快去安顿别的老人家做好，就对了嘛。你倒过来，人家就怀疑了，你怎么回事？你是想讨好那个人呢？就糟糕了。中国人，你不能得罪他，你也不能讨好他。你讨好他，你也很麻烦的。你得罪他会很麻烦，大家都知道，但是你讨好他也会很麻烦，因为我们都不走这套。我们都是一个合理的来往，所以讲到这里，我们应该一个很清楚的概念，易经给我们的两个字就是合理。什么叫合理？就是随时随地都在变动，我们要在变动的当中找到一个此时此地的合理点，那个就叫做易经给我们的中，那就叫中。好像打靶一样嘛，一圈又一圈，你射箭也是一样，能够射中那个正中间的人，那当然武艺是最高的。可是武艺最高有什么用？你看三国里面射箭射最准的人是谁？吕布。哦，吕布还得了，那个砰一下就是命中，甚至可以叫人站在那边，他说我不会射你，你放心，他一下就射了。可是吕布算什么呢？你不算什么嘛。所以易经告诉我们，一切一切都没有道德重要，而道德的表现就是什么？就是爱好和平，不要欺负弱者。所以中国人很同情弱者，不要看不起那些你不清楚的人，因为你不清楚，你凭什么看不起他呢？你弄清楚你才觉得他看不起你，才看不起他，来得及吗？你们急干什么？你不要用貌来取人啊，你用第一印象就对他好对他不好，这都是很危险的事情。你只要把这些道理都把它弄清楚，变成你的原则，然后你就应该怎么样？应该随机应变，不可不变，不可乱变，就叫易经。你为了和平，你可以牺牲你自己，但是人家不让你和平的时候，你也要完全去抵抗他。不说说不抵抗，怎么可以不抵抗？我不欺负你，你也少来，你要不要欺负我？我想我一说大家都很清楚，我们就是这种个性。你看得起我，我没有理由看不起你。你对我三分好，我对你五分好。你看我不起，我也不见得要巴结你。你对我不客气，我就脸色给你看。你真的要跟我打，我就奉陪，来吧。你中国人，通过持经答辩来达到合理解决事情的目的，是中华文化的一大特点。那么，合理的境界又是什么呢？中国人有形的部分，他是一点都不在乎。不在乎的部分，你就让他一直变，没有关系。中国人只照顾这个看不见的部分，他是不会变，而且永远没有变，一切都是看着办嘛。我们没有固定的，所以叫做依法来办理。什么叫做法？就是持经答辩，有原则的改变就是我们的法。来办什么理呢？办此时此地最合理的一个解决，就叫做理。
所以中国人都讲办理办理，这个事情办理的怎么样，就是从这里来的。持经答辩，我们古圣先贤告诉我们，那个经典的东西不能变，就是不能变，不管时代怎么变，它就不会变，就不会变，因为一变就乱套了。至于现在应该怎么变，我们就来做适当的变化，叫做什么？一句话讲完了，因时因地因人因事而调整，以求自宜。以求自宜就是弄到恰到好处，任何事情要做到恰到好处就很圆满，大家不但欣赏你，而且从心里头佩服你。但是我们不要求任何人崇拜你，没有必要。你干嘛？每一个人都要发挥他的自主性。所以中华文化它给我们第一个宝贵的东西，就是爱好和平。因为只有在和谐当中，大家才能好好商量，共同走出，不是双赢。像双赢这种话也不是中国话，中国人都知道哪里有双赢的，那骗人的，不是你赢就是我输啊，不是我输就你赢的，他一定有输赢，哪里有双赢，大家都赢了谁输啊？对，天底下的游戏只有下象棋它是没有输赢的，下象棋可以下到没有输赢。易经告诉我们，没有输赢才是好的。所以你看真的会拍电影的人，你要把中国那个侠义之气拍出来，最好拍到什么地步？赢的人装没赢，输的人装没输，不得了。我就一刀刺出去，对方知道他完了。有没有这一步？有啊。关公跟黄忠之战，关公刀一出来，黄忠就知道完了，要杀就杀了。关公抽回来走了，赢的人我装没赢，你心里知道就好，我跟你难看干什么？输的人装没输，他心里有数，我将来回报你。没有痕迹，这样才叫艺术。不能说叫艺术，我们中华民族是有高度艺术的，中华文化它艺术成分很浓厚。所以讲到这里，我们可以很清楚讲出来，中华文化有两个大支柱，一个叫艺术，一个叫道德。你如果从这两个角度去看，你会看出我们的内涵真的很丰富，而且